家好，这里是散服动力模型，下面我为大家来介绍这款我们新研发的一个发动机哦，下面我们来进行它的一个启动的一个情况的一个介绍啊。首先我们加注润滑油啊，这个润滑油是我们特别配置的哦，这个发动机是免维护的，不需要拆解的哦，加注润滑油以后不需要拆解，产生积碳清洗的话呢，这边有一个清洗孔啊，把这个螺丝拧下来，加注酒精，然后波动飞轮啊，酒精喷出来以后呢，就从这个孔把它倒出来就可以了，清洗两三次啊，这发动机就可以了，是不需要拆卸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进行一个发动机的一个运转情况的一个展示啊，这是油门啊，油门。这边有风扇，强制风冷啊，强制风冷，转速很高啊，这个发动机的转速相当高啊，转速相当高啊。转速相当高啊。好，转速很高啊。低转速啊，好，我们加高转速，哎，很厉害啊，好，很稳定啊。好，加快转速啊，转速很高的啊，转速很高，转速很高啊，好，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啊。